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让我们有请上顾乐莹。刚刚我向大家介绍你说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宅在家里面，一宅宅了十年。给我起来。那你这十年待下来有什么感觉啊？感觉还能再待几年。好了，你姐最近在练拳击。喂，哈尔滨，我要学拳击。喂，哈尔滨，你就是很难沟通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学习拳击呢？怎么了？这是减肥吗？感觉整个人都变了。想想我就姐，你就实话实说呗。想跟拳击馆的教练多接触接触。注意力得集中啊。他一天人天生就是荷尔蒙的奴隶。你到底为什么想打拳？看着姐的眼睛，说实话，就是想赢一次。